近31岁的天王早方院传出怀二胎的消息。对此郭富城虽然暂间起口避谈，但漏口风透露喜欢人多的家庭，并表示暂时无可奉告，顺其自然，如果有好消息一定同大家分享。这被外界解读为默认二度当爹。不过9月30日晚，方院却在微博自曝瘦出新高度，体重计显示他只有 39.1 公斤。有人猜测方院忽然公开体重是为了澄清二胎传闻，不过也有女网友以身说法，趁怀孕前三个月妊娠反应大，体重下降很正常。事实上，孕妇体重不增反降的例子并不罕见，大致有三种原因：孕吐导致，本身体质特殊，大部分营养被宝宝所吸收，营养摄取不充足。另一位天王嫂周杰伦太太昆凌，在怀第一胎时就因一直孕吐食欲下降导致变瘦，所以方院到底有没有怀上二胎依然是个谜，恐怕要再等几个月才能有答案了。